心往上拔，看到了吧？从髋关节到腰，到肩，到头，头顶的百会穴往上顶，脚往下去，对，把身体整个拉长。你感觉没有动，但是用意念去。用意念想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下上面往上，下面往下。对，使劲把撑拉长，拉撑，撑开。你比如说百华挺会总结。撑撑开，下去。下的时候从髋关节弯，髋关节啊，弯。手还往前，头还往前，还要往前拉，往前撑。对，往前撑。在这个过程中注意看。后边往后去了，这屁股往后去，吸气，呼，吸，下不动了就吸，呼，下不动了，吸，吸的时候不要上，呼，往下压就下了，对，吸。呼，往下去，继续往下下。还要往前撑着，就是意思。我操！厉害啊！哇！我是真服了铁心，看看，哎呀，你说这二十几岁的也不容易做到这种程度，真可以。注意好了，气灌进去，把身体整个拉开之后往里灌气，撑着它，骨头和骨头间隔，以后就不会像你这太沉吧，压着这骨头，骨头特别损，然后就磨损，然后就疼，然后就他妈的上医院就拉小点再缩。等一下也你那个关节不好了，他也给你拉开了。对，不拉，撑啊，就尽量拉。这个就是这。老四，我有个问题，谢谢说。像高血压，你头这样，你会不会脑溢血？这个高血压得测出来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是高血压，我现在呢已经没有那个血压高了。对，血压不是，血压就是不吃药，不吃药。我原来是三片药，后来呢吃了三片药。现在你血压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血压也有高的时候，156，但是极少，大部分全是在134，然后呢100。来他们压完了以后，我说那什么，然后继续往下，看看给你手上或者怎么样讲。讲完以后，他们有一些跟咱们小孩说什么呢？乐儿，他说让您压一下，那你压。我说好，我压一个，我是不怕什么东西，压一个。我说哎，那时候我也不会这个，我也不会这个，我上来就弯，就像他似的，上来就都没拔，上来就弯，就他妈到膝盖，哦，停一下，是撑的，真受不了，掉下去我就怕受伤了。哎呦，不行！我一起来，他们嘎嘎嘎就乐了。学生说哦。还体育老师呢，我说他妈少废话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他妈像你那么大，比你强多了。你他妈在笑话我啊！我就是跟他们全是这种关系。哎，
我也该说说该说，所以他们就那个什么，我就说我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他们强，真是实话实说，年轻没他们，但是那时候就那么说嘛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什么样，先狗血拼头，狗血拼头，反正是骂他一顿，对，完了就这样过。那么后来我不是开始心脏不好以后开始练瑜伽了吗？练瑜伽就开始了，一点一点的感悟出来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嘿，我已经比较轻松的就下来了，知道吧？下来以后这里还有一过程呢，下，最后哎，手尖能摸着地，我就相当的高兴了。没错，手尖能摸着地，我就相当的高兴了。我说哎呦可以，还真有长进。我想以后。我都不敢想长真招劲，后来我想，嗨，那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，慢慢练，我就不着急，千万别着急啊！你他妈两天就站着地了，你的腰就完了。所以说你不要着急，功到自然成，你就慢慢揉它磨它，每天都下一下，每天就下一下，这叫功夫时间，你得下这时间，你得下这功夫，你别就想那一天要做几次呢？这个动作，我这个变化没变化，哎呦，扶着东西，我操！哎呦，天哪！我就怕该放，哎呦，吓得够呛，哎，吓得够呛，哎，后来我在网上有这个帖子，叫演着嘞，你要看的话，你慢慢看吧，那全是精品，别他妈老拿我这当忽悠。一练三养，多养，你现在到岁数，你不愿意像年轻天天练了，你急着一练就练伤了。天天练那是年轻人，现在咱们这个岁数。以养为主，养生嘛，对，以养为主，以练就是适当的练一下，然后养，再练一下养，就是疼了就停，别疼了还坚持，这就完了，完了，就伤了，就反复全伤了，对，不坚持，不坚持，坚持什么呢？第二天我还这儿，又到那儿一疼又起来了，我就这个坚持，知道吧？你不知不觉的，哇，下这么低了，哇，下这么低了，你这时间推，你不要太急于追求那个效果。就是不管他爱他们什么样什么样，我每天做了没有做了，好完事儿就跟吃饭似的，吃完就完了，走了，爱什么样什么样，不要去管。这时间的推移，成了。今天我已经把长寿绝学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说了，筋长一寸，寿长十年。我的筋啊，原来从这儿，我靠，多少寸了？所以一百岁，哎，所以一百岁，哎。听着，人要想长寿，必须要调整心态，急性子必须要磨，那是你将来健康长寿的一个障碍。哎，把它磨下去，通过练这些急吧。急。